嘅默默劇元素啦，同埋我哋嘅角色咧係信望愛嘅，我哋係。咁啊，呢個好靜嘅，但我示範一次俾你睇先。如果之前咧好多年前有嚟過人類似我哋做音樂劇嘅形式咁樣嘅。好啦，我哋試翻一次，我哋試翻一次點樣？嗱，我睇你嚟做嘅啦。呢個咧就係簡單版，到時咧你哋咧要有一個故事背景嘅，因為我哋而家只不過係一個示範啦嚇。咁咧你哋咧要做得即係多少少內容嘅，我哋就冇咁多內容。咁你哋咧可以自己去嘗過喎，要你哋可以自己去構思一個故事出嚟。如果你抽到嘅係空少同埋他先咯，好簡單。想同 want 快，可以咁樣嚟引出，睇下你點樣將故嗰個歌詞嘅元素變成加埋個角色同埋形式。我哋試下一次嚟。好，副經理嘅。好啊，呢首歌咧叫做《願那靈樂復天樂》。好，你好，我哋自己都做，然後我哋就會做出嚟。你等我處理咗我嘅器材工匠。咁你器材報咗名，咁大家可以去到眼得未？啊，係啦，陣間要抽嘅，咁就好，你哋企好就位啦。企好啦，同時就位啦。好耶！今日拍劇嚟嘅，今日佢哋會講嘅。願那復興我的靈，再來一次復興我。起初嘅信心何處失落？我要悔改，重新再得著。在明媚的春光里，在幸福的生活里，我们陶醉，我们欢乐，早把主恩典忘。愿那复兴我的灵火，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。起初的希望何處失落？我願悔改，重新再得著。在穩妥的事業裡，在迷人的笑聲中，我的遊戲，我轉多幾轉先啦。我的沉迷，早把主恩典忘記。願那復興我的靈火，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。試俾一下俾你先。起初的愛心何處失落？我要悔改，重新再得著。喺艱苦嘅歲月裡，在百般的思念中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警醒，千祈不要将主的恩典忘记。所以我们要唱，愿那福庆我的灵火，重新再来一次福庆我。字出嚟啊！喂，起初的信望爱何处失落？我愿悔改，现在才得。